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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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第二格，然后在这边转下来就可以了，就好像小薇薇讲啦，他对其他人没有信心了，然后他那种不可能，所以等一下到我的时候，我又要讲说，是咯，就像薇薇跟刚刚讲的这样，我想到也是一样嘛。喵喵，问你，如果给你选择要嫁给一个非人类的话，你会嫁给谁？我真的有想过，真的是要去所谓的结婚注册局，把自己跟自己注册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被别人抢掉，我太爱我自己了。如果给薇薇的话，你觉得你要建议薇薇嫁给谁？惨了，我脑海里想不出来。哎呀，直接问我啦！你问啊，直接问我啦！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嫁给钱。你拿钱丢我，快点砸我！像薇薇，如果给你选，你如果要嫁给一个非人类的话，我可以跟钱睡一起，这个是我想到的。所以你觉得他这种行为正常？嫁给金钱也好，嫁给其他物体也好。哎呀，拍节目才这样讲的。如果真的是有一天我真的是嫁给这个，你真的要带我去看医生。那如果你给嘎嘎建议的话，你觉得嘎嘎嫁给哪一个非人类是最适合？情趣物品。哈哈哈哈哈！嗯，薇薇刚刚有建议说，如果嫁给非人类的话，说你最适合嫁给情趣用品。他自己想了，我觉得不是我好不好？那你会嫁给谁？我已经想到了，如果不嫁给人类的话，我会嫁给 robot。我想到 robot 跟人类很相似的 robot， 他可以帮我做很多的东西。嗯。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觉得喵喵适合嫁给谁，哪一个别人？我觉得动物还 OK， 狗了狗啊，当然也是不错。总而言之是可以陪他啊，也是可以陪他聊天，他也是很怕寂寞的女人来的，所以动物奥兰乌丹狗这些都会适合他。嗯。很适合你智能家电系列 Tour，只需要一个手机就能让你远程的控制，毫不费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智能的电动窗帘定时为你服务，智能负离子空气净化器为你定时的净化。想要扫地，智能的雷射吸尘机可以帮你打扫干净。想要外出安心，智能家用防盗门锁可以保障您的安全啊。还有啊，智能插座让你家中的电器也能瞬间变成智能化。 Torch Inspired by Panasonic 是你智能居家的好帮手。 Torch Automation is Life。 喵啊，卡紧淡薄落好了没？小薇薇，我早就好了啦，嘎嘎嘞。哎呦，不要催我，我来了，我来了。有个秘密厨房，嘿，叫做闺蜜厨房。真 happy，welcome， 欢迎光临。这个包炒等级慢进，什么菜色我都在行，因为有了它下厨变得好 easy。好劲啊！邀请你来当我的闺蜜，我告诉你小秘密。是什么天生美丽不会煮东西？没你了，没了你。传说我家中有了闺蜜，让我增加不少乐趣。有干爹闺蜜厨房继续煮下去。七公升容量大的 Panasonic Multi Cooker 多功能电煮锅，让你想煮什么就煮什么，不管是煎、炒、炖、炸、焖、煮、煲，只要你想吃，我什么都可以煮给你。我爱你，但我更爱这一款颜色 Panasonic Online Exclusive1.7L Classic Stainless Steel Electric Kettle 不锈钢热水壶，轻巧时尚，不管是办公室还是家里都需要它的存在。我需要它，但我也想同时拥有你。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我爱一只小小小小鸟。闺蜜厨房，今天要嫁给厨房。
常由 Panasonic 冠名播出的 Panasonic 闺蜜厨房第二季，我是妹妹林志明，我是小薇薇，我是嘎嘎。呀，各位朋友们，感谢你们这么多集来的对我们的支持，再一次的记得 share like 和 subscribe， 因为我们继续要把礼物送到你家去，好不好？是，你们两个记得我们在上几期有聊过什么？恋物癖嘛，有，对对对，那时候我就觉得有争议性，因为我觉得说好像臭臭这个东西，它应该也算是的，但是打开了我们眼界，原来不是，但这一期呢，我们一定要跟聊到很彻底，为什么？因为当时呢，很多人跟我们很多的 feedback 的互动，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这一季来聊到一些更厉害的。这次是叫恋物癖嘛？现在这个叫物性恋啊！哦 ，sorry， 再讲一次，物性恋。什么叫物性恋呢？就是跟非人类，对，跟非人类是没有生命的。结婚呢、对对对，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是有生命啦。是，要结婚到这个程度，比如说臭臭。OK， 抽抽到一种程度，就是我一定要嫁他或娶他。我自己本身的话，对我来物性恋的话啦，我觉得我应该不太能接受，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是真的是对某种的东西是很热恋啊，还是很喜欢都好，我觉得只是会喜欢咯，就不会好像当作他是一个有生命啊，还是之类会跟他讲话啊，跟他，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些会幻想啊，这些我会跟我的闺蜜啊谈啊之类的东西，反而是不会跟没有生命的来跟他沟通啊，然后自己在那边自己在兴奋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是不会啦。原来在专家的角度呢，不是说我没有他不行，是他没有我不行。对，我可以给到他爱，我可以给到他温暖，甚至是达到了一种高潮，或者达到了一种安全感，达到了一种就是不能没有你。如果真的要跟非人类啦，你会跟谁？我会跟钱哦，我觉得钱需要我，没有，其实我是要讲我需要钱的、啊，所以你要跟钱啦、啊，你看。我要跟萝卜，我觉得他的表比较可以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今天让你的什么宋仲基啊，宋仲基啊这样子，他是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把他变成不是人，因为你爱他爱到，因为你真正的有生命的宋仲基你没有办法拥有，所以你就把他放在一个布里面，然后去缝他，缝了之后呢，你就自己去注册局，说我要跟他结婚。等一下啊，这样子的话就要先考一考了。因为你讲你缝给我吗、啊、就考一考你的缝工先、哦、所以是我来提供你啊。对，好，来，哇，游戏开始，耶、okay. I love Panasonic 挑战，在限定时间内亲手 DIY 一个最有创意的 I love Panasonic 孩子就获胜。哟、yeah, 来到了最后一集，当然我们呢一定要做什么呢？简单、哦、我们一定要做I love 金主、啊、I love 干爹，我爱干爹。哇，你们两个真的很狗啊。 OK， 好，来，现在叫狗肉，大家比狗一点。来，我们就做这个I love Panasonic。 要，我要输的人，输人要跟这一个版结婚，不是跟 Panasonic 结婚。你要人家都不懂得办你，所以是跟这个版结婚。 OK， 开始。哎，那个版怎么放在那边的？等一下我拿给你，因为你的手长，剪好了你再跟我讲。哎，那还有这个，这些有颜色纸在做什么的？设计啊，有颜色纸做什么？剪出来啊，放美的。哎，你真的是玩游戏的天才呀、啊！肯定啦，真的。对。哎，我不见哪一个字。玩我什么、啊？哎，我听到我的裤子裂了一声。哦、oh, ，sorry， 我的 apple 掉了，各位。哈哈，你不是掉了，幸亏你的底裤没有掉就好了啦。他拍不到，我们拍到嘛？不用那个拍了干嘛？我好了。哎、欸，为什么我的钢呢？不是，我没有玩剑，我在找着我的钢跑去哪里呀、啊？钢要玩剑？我没有玩剑，我真的是没有玩剑。好，来，我好了。倒数三十秒，我们是比整体的最后美感。哦、最后美感，我要永远在阴历的吗？哎呀！喂，小薇哥，哇，没有办法，
的结果，本集胜出者是，恭喜喵喵！十集不管是赢得赢少，我们是还是友情为先的、啊、虽然内心啊是很讨厌嘎嘎，但是还是要表现的哈，我们是友谊哈，我们啊回力出发。好啦，就算是娱乐你们而已啦，大家开心就好啦。好，就这样，希望大家看得开心。游戏大惩罚，输家需全程挂上 I love Panasonic 牌子及被贴上满满的 Panasonic 贴纸。有，哟吼，来回来了，I love Panasonic。今天的惩罚就是要跟我们的 Panasonic 呢结婚，是这个版 ，OK？ 愿意吗？我愿意为你，这边狗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跟 Panasonic， 但并不是跟板结婚。Sorry， 就是要跟板，Panasonic 不会嫁给你，也不会娶你。我这一集被封最烂游戏王，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很会玩游戏的，你看我多么的认真在玩游戏，因为他们每次跑一些小聪明咯，所以我是输在小聪明。来，今天就是这一集，你们就是带到结束为止。至于你希望有第三季吗？有。OK， 所以你不希望有第三季了？我不会，我要我已经到十集，我已经签好合约到十集。OK， 你们还没有签。你的意思是说十季是吗？啊，十季。OK， 哎，这样等一下我的那个粉刺也跟着贴上来了。对啊，贴上来。嘎嘎，你不要一直偷东西、啊。我爱金子，我爱潘总理。你不要一直偷东西。怎么？我很爱金子，我爱我爹。Okay， 我这一年自己不要而已咩？你这样子没有用。我连多两个，我摸摸一下不可以啊？不要讲话。没有两个喂。Sorry， 我刚刚。这个热水，然后呢，我要冲茶。你看，你可以看到东西。那你 feel 啊？ You feel yourself？ 不用 feel， 我可以看紫看的好不好？ OK， 今天呢，最主要呢要配上我们金主的 Classic Kettle。这个 Classic Kettle 啊， online exclusive， 各位一定要上网。Panasonic eStore 才买得到， yeah， 而且它很快乐。来，小薇薇先表演。煮法是很简单的哈，我们在等着它的水呢，确实是很快热。那我们把所有的材料都丢进去，一模 bowl，OK， 香橙也一样哈、哦，这样子等一下你的红茶就会很鲜，所以给你多一点，给你多一点，好， okay， 可以，你放完都可以。我喜欢纯。Okay， 你还是要留几片才等下摆美。糖啊，喵，放完吧，就好了。那时候大家嫌太过的酸了。没有，我觉得还 OK。是。啊、OK， 好，刚刚好。哇，滚了滚了！你看那个火。你们有算时间吗？刚才有没有真的是拿那个计时表来算一下？真的是很快耶。是的，已经好了，各位。然后呢，非常的简单，直接冲下去就好了。哇，好容易呀、啊！小薇薇真有智慧，谢谢。是因为他有智慧，要选对的电器，好不好？对，来回到来我们这边，我今天呢要做什么？我可以这样子吗？不可以，我看不到、欸。不可以，不可以，你不可以猜。不可以。OK， 好，来继续。今天呢，我要教的呢就是我们的紫菜包饭。我们今天用到呢就是有紫菜片，然后有一点油啦，还有我们的黑毛猪。来，我们的黑毛猪颈肉 ，OK， 然后加我们素香松、鱼粒鸡蛋啦、鸡西啦，还有黄瓜片。所以，我们首先有看到有这么美的，真的很哇，我很喜欢它的卡肉。最重要什么？你有没有看到它这个锅里面呢？容很大嘞，可以进来，而且很深，一粒的啊，有没有七粒的？七粒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差不多要五瓶。
瓶的大的矿泉水，五瓶对，不是七瓶啊，1.5 啊，哎呦，最重要哈，有很多的嘛，地谷哥哈，他们都是连在跟那个电器在一起，是拿起的话，你要洗的话，整个家是不用了，这个锅整个拿起来，看它、啊、哇，方便，多么方便的洗、啊。然后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高可以去到1800，还有一个一定要讲的，我很喜欢的。Yes, 我跟你讲，最讨厌就是每一次哦，拿了起来要、哦、吃火锅啊啊啊！哎、啊、呦，啊啊啊啊、有没有？妈咪，哎呀，你看一点都不着、啊，这不就好了喽？每次都啊，然后还等别人，哎，来了我拿去放啊、嗯哦，有没有？你看这个多省味啊！ Yeah. 哇，终于泡好了， okay, 就是这么简单。我可以，我们聊聊，一边喝茶一边聊。我等一下再煮，可以，我先泡茶先、哎。这一集真的不一样、嗯，因为上次是绿的，这一集是红的。而且这一次我完全可以吃到那个橙的皮味，让我有一种酥酒、嗯。我突然间觉得我爱上了这个 Olé。我的，你要我的回去，我的回去丢了。你要嫁给 Olé 吗？来，我们来绑，我帮你绑来。不要。OK。我知道你要做坏事。我觉得林静苗她是要嫁给 Olé 了、嗯、啊，来，我。嫁给奥林，这个呢是我们网上搜寻到的这些资料、啊嗯、不是我们吹好 up 的哈、啊。来，与无生命体结婚的八位超狂人类，所以这个是真的发生的事情，嗯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嗯、我们看一下，在第八的是谁？谁 ？Aaron Supernag， OK， Supernag 娶了他的智慧手机。来，好，下来、嗯、另外一个。Pascal Select 嫁给了羽绒被、啊、就是被咯，整天睡在一起盖住。跟你那个臭臭有一点一样哎，果然是送一辈子，他拿这个被当一辈子、嗯。对，来再来呢，英国艺术家 Tracy Emin 嫁给了一块石头，他对石头有感觉，嗯、对对对因为他什么都问他 yes yes 或啊，或者是跟他讲秘密，他不会讲出去啊。OK 啊 OK， 来再来另外一个。Kevin Nadal 作家与自己结婚啊，喵、哎呀，跟你一样啊，我有这样的想法的嘞、嗯。其实我们马来西亚已经有人在办这件事了。哦，哎，嗯、好像是有。对对对对对、嗯，好，来，接下来这个 Erika Elfel， OK， 在2009年4月与埃菲尔铁塔结婚，就是。巴黎铁塔，巴黎铁塔哦、嗯嗯嗯，应该全世界很多人要跟他结婚嘛，做 security 了。锵锵锵锵 ，OK。The Vicat 在一家俱乐部遇见了他的合成娃娃妻子 Sidor Kuronikor， 他这个真的是做到很像的、嗯、啊！他跟他结婚，我也可以做一个很像的给你。来自日本的 Akihiko Kondo，OK， 与初音未来结婚，哇，这个初音未来，初音未来。其实呢，直接开股。如果是帅男或者宅男的话，一定懂为什么呢？他就是这个动画人物，而且呢，他是 animation， 他有开自己的演唱会的。来，我们的音乐响起一下，他唱什么歌？来，旧金山的 David Sikorsky 决定娶一个卷饼为妻。卷饼啊，卷饼二龙啊。我们不知道，它就是卷饼哦。那哥哥，我觉得只适合你，你每煮的每一道菜，你都跟你自己的菜煮结婚。可是很多个哦，所以你不要花心，烂椒花心哦。来，我们来聊聊一下，你对这一些人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就好像我刚才讲的，他真的是对我们人失去了信心，或者被伤害过，他觉得他更加的信任这些物体。你、yeah.？我觉得有可能他，嗯，就好像小薇薇讲啦，他对其他人没有信心了，然后他在讲不我讲，所以等一下到我的时候，我又要讲说，是咯，就像薇薇跟刚刚讲的这样，我想到也是一样嘛，怎么不可以？这样你就讲说，嗯，我的想法跟薇薇一样 ，OK， 我的想法跟薇薇一样咯。我个人认为他们都需要看心理医生，我这样觉得啦、嗯、OK， 来嘎嘎来，现在我们就开始煮我们的紫菜包饭。我不希望吃了你的紫菜包后要跟他结婚。我觉得嘎嘎真的是可以跟我们的厨房用具结婚。我们先放一点油，先把这个黑毛猪颈肉给煎了，还有煎蛋，我们就可以开始。OK， 那你们两个帮我做一个工作啊，把里面的米饭、嗯、拿出来，然后这个碗加上那个餐跟那个素香松，素香松 ，OK，、嗯、这个素香松、啊、
饭拿出来，哇哦，餐跟这个素肠说，哎呦，你看很快热一下嘞，它在哔哔叭叭凉，呼呼，哇，会血会血，大娘，这个真的很大，吃火锅很爽，气力的，很深，而且美。好，然后我就把这个肉煎熟了。然后我就可以开始启动。是，我觉得嘎嘎可以一边教学一边煮，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锅是不粘锅，所以他不担心哦，整个烧焦了粘锅还是怎么样、哦？肯定是不粘锅、啊哎，不管你是小火大火的话呢，都是不粘锅的。而且煎出来的肉也很美啊。嘎，那个饭放四四方方对不对？对，四四方方做扁它。只是放一个格啊，还是四个格都要放 ？OK。当这一张纸四分之一的放那个格就对了，那可以了。那个黄瓜是不是要放上去？而且在录音机不看它这样 L E B I H， 那不一样吗？要缩短啊 ！NG 两百轮啊，看看。OK， 来另外四分之一格，随便你，那你放这个起司下去，随便拿掉，随便拿你放掉啦。随便，等一下我又在四分之一格，你要做两片也是可以的。好了，好了，好了，来这个先放。哇，真的是太方便了啦！你没有看到它的那个盖哦，又可以这样子顶着，你不用放在。有些时候我们也很担心哦，它的那个水蒸气啊，弄到我们的整个桌子都是，对不对？我跟你讲，你要做几份？你要做两份啊，这样我切多一个给你。然后有没有看到你要开锅的话呢？它的升温也很快，前面呢就是有那个转左转右，你直接开那个 power 到1800万，哎，这个1800万，对，而且这个呢直接在 online Panasonic eStore 就可以买到了，是的，好，所以呢现在我们的紫菜饭呢很明显，刚刚做了四宫格，其中一个呢就放我们的黑毛猪颈肉，看还另外一个放我们的丁木。再来一个呢，就那个饭配那个素的那个麻糊，再来就是放我们的 cheese 和鸡蛋啊，就这样子四份做好了之后怎么做呢？来讲，来就是要这来 excuse me， 有 OK， 来我们现在的话就从这一边先放第一格，然后再转第二格，然后在这边转下来就可以了。你看做好了 ，OK， 耶、yeah! ，我们可以吃了。哇，谢谢哥哥。来来来，我们继续聊，我们继续聊。来，怎么样？还可以吗？哥哥的。Oh my god！ 另外一口给我 ，OK。用什么锅煮出来的？哎呦，等你毛的哥哥。Oh my god！ 用了这么多产品，我有什么感想啊 ？Of course， very good and very efficient， 真的很好用。其实我没有真的很帮那一组啦，不过真的看了过后呢，你突然间很想展示你的厨艺，然后最重要简单快速 ，good。我们来聊一下，那个肉刚刚好。我们来解密，悟性恋者不为人知的迷失。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他们会，哎，什么？他们有一种联觉能力，在大脑某些区域的神经元连接比普通人更强啊，所以就反正就是想象，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想象它不一定是性而已的，对，它可以是啊，想要占有对方很寂寞，他觉得对方需要他，对对对，好，来下来。追求亲吻和拥抱，而不追求性满足哦，就是可能连他 kiss 他羞他，来。能够感受他的理解和陪伴自己，这个就是刚才讲了，他可以想象到感受到对方好像没有了他，太孤独了，他觉得说我来让你解开你的孤独，陪伴你，来能够强烈感受到所爱物体的性格，哇，这也是因为想象力啊。他可以觉得，比如说双子星，你说 Avatar 又是一个，但是为什么你要跟双子星？他们两个吗？不会寂寞？他说不是，他们两个一直在那里，我看着你，你看着我，就在我前面，但是达不到那种还是很孤独，所以你会觉得哦，他很你很了解他这样子，一定需要到他才可以满足到这个我真的是要学的。他们认真投入是一场浪漫的幻想，是他可以活在那个爱的世界，那个恋爱，他觉得他跟那个东西是产生的爱情，有情愫，他们是有心灵沟通，他们已经是在一体的这样子啊，不用言语的表达，只要眼神 you know 交流，还有眼神吧。你问我能不能接受无性恋 ？No。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还是有需要沟通，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情感的东西 ，give and take， you know？ 一样，我还是觉得人与人真的是要感情，要有 feeling， 要有温度，所以沟通很重要。如果真的发现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好好去给他爱吧。另外我觉得尤其是新一代的因为这个科技的发达你导致人与人之间少了沟通是那么大家都是可能对才产生那种情愫所以为什么要嫁给娶给那个 smartphone 啊这些这样子到时候以后可能甚至结婚跟 apps 咧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带领他们给他们爱好不好然后跟我们聊天或者多看闺蜜闺蜜节我们来告诉你不一定对跟错但是我会告诉你这世界都是有爱的是爱来到了我们最后一集了对了我们第二个 season 的最后一集了我想这一集跟第一集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分别是那么大家在已经四十集了嘛所以应该讲成我们四十集了 OK 那有没有在未来有没有第三季呢 I don't know by the way 我是觉得说我们给到观众的东西确实是更好的我们呈现出来的是更棒的观众朋友给了我们很好的回馈和声音所以再一次谢谢我们观众朋友来谢谢我们的金主来这个时候呢给你们给你讲话一下给你机会讲话一下我在喵喵还有在小微微身上也学了好多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可以继续再跟他们学习要给学费所以你这一集的钱要帮学费了好的好来小微有话讲吗你讲什么就什么了我啊真的是每当我们上手的时候就好像真的要拍完对是小微微不要哭好了我是小刀口我真的是很谢谢啦讲真的很谢谢有闺蜜厨房这一档的节目从第一集到第二集我也学了很多谢谢你们是所以我们闺蜜厨房其实最大的这个关系和你看到我们三个人的默契主要是因为我们平时私下也是一个闺蜜啦是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这种玩闹啊这些等等当然我们要谢谢我们的金主因为金主我们才有了这样的一个节目还有我们的幕后团队全部啦所以感谢大家最重要还是观众朋友你们的 share and like 你们的 view很重要所以有没有第三季呢那就看你们啦如果你们能帮我们多做一点 share and like 的这个动作呢说不定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对好我们的闺蜜厨房虽然来到了第二十集暂时牺牲度要跟大家说再见的同时还是要告诉你们有礼物可以赢取哦所以照样的看完它然后呢去把礼物带走然后接下来每逢星期四记得留守因为我们的 live 呢会带更多的优惠给大家好不好是所以谢谢大家闺蜜厨房再见再见谢谢潘聪明非常的开心因为我们闺蜜厨房二来到了这里的时候呢当然是因为金主对我们的这个信任所以我要再次的谢谢我们 Panasonic 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他们也很喜欢我们聊的一些话题的方向所以这次我们就走得比较深入然后不管是在我们的外形啊或者在我们的节目的调整啊我们都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这个调整也让我们的观众可以看到的东西是更专业化和更有美感的东西我很喜欢这个组合闺蜜厨房因为各有各的强我很喜欢这样子的氛围因为真的大家就是好像朋友好像家人一起在工作然后是有一点点的小压力啦那个是好的因为呢是一个动力让我们做到更好对于这个的season的话呢我真的是很感谢他们每一个人的
包容，因为毕竟是我只是一个很素人，真的是很感谢阿喵喵哈，让我有机会去参与这一个的节目。在所有的产品我们去试用了以后呢，在我们三个觉得很适合于一个家庭的用法的话，我们就再推出到这个市场，也让我们做得更加的更好。所以再一次的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呢 Like Share Subscribe 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们期待金主继续对我们更多的信任。所以完成了 Season 2的拍摄，我觉得要特别谢谢干爹 Panzoni， 然后要谢谢喵喵制造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谢谢三位主持人真的很敬业的完成整个拍摄，然后谢谢我们 Monster Production 的整个团队，我觉得在这次呢也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团队他们也投入在创意跟创作里边，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好的。好，这20集应该讲40集下来了哈，我们从这个不是我们，对不起，是我这个厨房白痴，真的因为 Panasonic 的这个产品，也让我开始就是不只是对厨艺有增进增长之余呢，我现在真的是对厨啊开始有兴趣，是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真的很多很漂亮的，又实用的，价钱又好，所以谢谢金子本的你。对这个season的话呢，有很多的新产品。我自己本身的话呢，会比较特别喜欢那几个呢，就是它的猫地骨骼啦，尤其是那个很深 seven 里的。因为有时候我很喜欢吃火锅，因为我吃火锅的话不喜欢底下哦，又在汤了又要加水，一直加水。我跟你讲，这个七里的的话，可以让你放多一点汤，然后放多一点料，你又不用怕它滚到出来，又不用时常加水。很好用，谢谢我的金主 Panasonic 让我可以去 produce 闺蜜厨房我当然要谢谢我的两位闺蜜可以让我一起去把这个厨房弄得更加的丰富。再来最后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整个团队因为没有观众没有团队，大家都没有办法做成一个很完整的东西，所以谢谢你们，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么么哒。这个 season 的闺蜜厨房，我想跟我两位闺蜜说什么，真的没有你们没有我，谢谢，辛苦你们哦，爱你们哦 ，Lovely， 闺蜜厨房 by Panasonic，Lovely，Lovely， it's a wrap， 喵啊，卡紧等。掌声鼓励。